还往哪儿走啊？你看，这啊，哎，你大嫂不会在这儿请客吧？哎，就是这家。哎呦，哎哎哎，不是我多嘴呀！啊，你大嫂这个人呐，喜事不会喜办，哦，请客吃饭倒这种地方来啊，档次也太低了。哎呀，等一会儿啊，你妈要是肯进去，我高子倒过来行。不要搞好不好啊？ 你要是想做女皇回家，自己做去。我绝对服从你的权威，好不好？现在我家的事你不要说三道四。哎，我怎么说三道四了？还要我来说三道四的？哪一次聚会，你大嫂跟您妈不是剑拔弩张的？好了好了，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哪怕你是坐山观虎斗，也算是你积德了。拜托，不要添乱。我告诉你啊，天华，我可没有功夫来管你们家的事儿。不过呢，我爸要你亲自去验货。 这个事儿你可不能糊里糊涂的啊！啊，还有财务啊、货物什么的都要慎之又慎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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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哟，来了，是他们。哎哎，凤凰天华，哎，来了。哎呦妈！哎呦，今天穿的老漂亮的，很时髦的。哟，这还时髦啊？来啦，都是多少年的旧衣服了。来啦，快进去吧，这要穿到妈身上就时髦。你看。 就这饭店，哎呀，妈，怎么啦？哎哎，老板，今天的菜可要做得地道一点。哎，那当然，那当然。这种地方，像个大排档一样。哎呀，这位太太，我们饭店可不是大排档呢。我们饭店那是淮扬特色，扬帮菜的一级厨师，我们和其他饭店比一点不差。 哎哎哎，很好吃的我吃过的。嗯，你看看，这请客吧，到这种地方来，亏他想得出，真是没档次。妈，我们还是进去吧。你呀，真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娶了这样的老婆。 也变得抠抠缩缩的，请客就在这种地方，真是的。那妈，咱们到先墙房吧。哎哎，出租，出租！来来来，妈。哎，您请。放心啊，哎哎，爸。那我们先去了。好，师傅，麻烦你到先墙房啊。哎哎。 我们先过去了啊！哎，哎，这不怎么走了？这菜都是给你们订的。老板，这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下次一定光临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走吧。雪梅，我不去，要去你们去。哎呀，雪梅，今天是我们请客，你不去怎么行呢？哎呀，大嫂，妈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跟她计较什么呀？ 我档次低，我只配在这大排档吃，去那么高档次的地方，我还够不上呢。雪梅，你怎么能别扭啊？啊，我别扭还是你妈别扭啊？哎，我妈别扭，我能说她吗？那，啊，那我好欺负的呀。谁欺负你了？谁欺负我了？你欺负我了？你还问我？你怎么就这么难弄啊？好了好了，大哥，别啰嗦了。 大嫂，今日算我代我妈道歉，行不行？咱先去好不好？今天是庆祝大哥高升啊，咱别冲了大哥的喜事儿。妈，这儿不错吧？哎，妈，里面坐啊。哎，当心。哎，来，坐坐坐坐。哎，爸，坐坐坐。来来，爸，坐这儿。坐。 500，500，那么少啊！请问你们谁点菜啊？啊？哎，妈，还是您来点吧。啊，对，妈来点菜。哎，妈，您来点啊，看看。小伙子，你给介绍介绍，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？
喏，我们这里的鱼翅羹还不错。鱼翅多少钱？一位250块。250？是贵了点儿。那还有呢？那明炉甲鱼也是我们的特色菜。哦，甲鱼啊，我告诉你们，甲鱼现在都是人工喂养的，不好吃的，营养也不怎么样。是的，是的。那你们甲鱼还要不要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有一个银丝茄子，蛮清口的，这个好。再看看啊。哇，你们这儿的菜怎么那么贵啊？那我们这里的清蒸刀鱼啊也很不错啊。清蒸刀鱼，清蒸刀鱼淡呱呱的，不好吃的。还有刺儿又多，不好吃的，不好吃。先生，我来点，要一个百鸟朝凤大拼盘。哎，好好好。一条大王蛇。请问大王蛇几翅啊？当然是两翅了。哎妈，一个是椒盐蛇段，还有蛇羹。哎，那个蛇胆我们也要的啊，放在酒里面浸着，我们都要的啊。没吃。刚才你报的那个明炉甲鱼、清蒸刀鱼都要。好的。再来一个龙虾。对，龙虾也是凉吃，肉嘛是生吃，还有那个壳啊，做菜包饭，哎呦，咸是咸的嘞啊，很好吃的。你们这儿的海鲜好像是特色吧？对，来一个烟熏鲳鱼。好的，哎，把这些菜先上了吧。好，行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就来。哎。哎呀，哎大哥，哎呀妈，你这吃冤家呢。我大哥一个月的工资要被吃光喽。爸，知道你跟你大哥好，用不着你怜悯他。告诉你，今天这顿饭呢，我请了。哦，养了这么一个好儿子，这是做父母的骄傲啊。别人舍不得花钱呢，我舍得。我，哎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你这人有毛病啊！这是女厕所哎！我什么也没看见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你看我刚说了两句，哎，他就哭给我看了。这是存心气我呢，还是让你大哥难堪呢？哎呀妈！大嫂哭，那是因为她觉得自惭形秽，比不上您的气魄，您的架势。他那是留的学习和忏悔的嘞。哎，大哥，大嫂他……海华，你帮帮忙，帮我进去把他请出来。哎呀，这关系真是太复杂了。哎，你快回去陪妈吧，你放心好了，交给我了。哎哎。哎呀，大嫂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可不等了。放着一桌山珍海味不吃，真不会享受啊！要吃你去吃吧，我才不去呢。你妈妈就是嫌我出身低，叫了那么多菜，来酸我。我人穷，我人穷志不短，我犯不着去受那样的气。不是我胳膊向里拐呀，大嫂。今天的事完全可以避免的，这纯粹技巧性的问题，跟金钱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怎么没关系啊？你妈妈就是喜欢高红嘛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她嘴甜，会做人，所以我说，大嫂，你得多学学她。我又不贪那个便宜，我学她干嘛呀？恶心死了！哎，大嫂，你错了。哎，你以为二嫂费尽心思的讨妈欢心？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，他是为将来分遗产铺路呢。我早就看穿了，真是这样吗？嗯。那要真是这样，那我就更斗不过他了。
我说你傻，你怎么就不开窍呢？妈喜欢的是荣耀，是光环。大哥升了处长，那就是妈的活招牌、金门面呢。再加上他喜欢多多，你放着现成的财神婆不错，你干嘛要把他往外撵呢？啊？我知道大嫂，你一向是做事光明磊落，不图钱财。那是啊。可是你为了多多的教育成长方面想想，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。哎，有这样的资助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啊？等什么呢？吃吧。吃。来，大哥啊，我敬你一杯。哦，祝你呢，前程远大，这个前途的前途辉煌，前景灿烂，步步高升。喝。我也祝你事业有成啊。嗯。哎呀。哎，我妈是瞎混混，哪像你呀，一步一个脚印，那是往上攀登啊。天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在我爸的公司里面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，总经理。我就算是个皇帝，也是个孙子辈的皇帝啊。哟，才喝了一口酒就发起酒疯来了。哎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好，来坐，来，小明坐。脸上有点笑容呢。大嫂啊，喝鸡汤啊！哎，来，喝。对对对，来，喝，就来，小明喝。哎，大嫂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贤内助啊！我不会喝酒。那喝饮料。哎，来，大嫂，给个面子。啊，干！喝。妈，我来敬你们一杯。好。妈，敬我们有什么名堂？哎，自然是为了我们教子有方啊，哎，对不对？知我者五父也。不过啊，我最大的心愿呢，是祝爸爸妈妈健康长寿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雪梅也敬您啊！来。哎，妈。今天是大哥的好日子，你把面孔摆成这样，人家还以为您是中纪委派来的呢。小鬼，就你滑头。不过我说你呀，妈，你连老祖宗都不会做哦。怎么叫老祖宗不会做啊？你没看人家《红楼梦》里边的贾母，人家整天乐呵呵的跟那些姑娘们在大观园里玩，哎，今天吃吃蟹，明天看看戏，谁像你那么操心的？对吧，爸？嗯，贾母不操心，那是因为有王熙凤。哎，那你来敬重王熙凤喽？我？哎呦，差得远了我。你就别谦虚了，在咱们家，你就是老祖宗。来，哥，干啥？我说，这靠近谁都不许回啊！来，吃，咱们接着吃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说走就走？大家还没散呢。老爸，这种聚会一年一次也够了，今天属于家常，恕不奉陪，告辞了。哎。这孩子，陪妈妈吃顿饭也没长性。真没规矩，杨俊，在家等我，我给你带好吃的，乖乖的啊！啊，星星，哎呀，来，给我拿点。哎呀，来，想死妈妈，来，妈妈抱抱啊，妈妈想死了。哎呀，天华啊，哎，你嫂子那人呢，也真是的，哎，到底是从那种人家出来的，把钱呢看得比命还重，嗯。哎，今天的不开心呢，自找的不是。来，看看我妈那人呀，她就这样，在舞台上做上手，做习惯了，什么事都得她自己做主。像今天这种事儿，主角应该是大嫂的。你看，她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老往前冲，
你说你不管怎么样，充其量只不过是个皇太后，什么事儿她都要做主。所以啊，我奶奶在世的时候跟我妈妈经常闹不开心。哎，十年媳妇儿熬成婆，你妈当然要摆摆婆婆的架势了。这，再说你嫂子这个人吧，哼，真是呆啊。知道你妈要生气的吧？哎，非常那个气眼里钻。哎呀，幸亏呀，有我这个二媳妇儿，否则你妈这辈子做人岂不是很失败吗？哎，这回大哥呀，算是时来运转喽。哎呀，我们得好好利用利用大哥的关系啊，让大哥成为我们登天的梯子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登什么天呢？嗯？哦，难道你现在在地狱里呀？你还要登天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现在没在地狱里。那你也不敢。哎，对。Come on, come on。哎呀，那层也没法再扩大了，你怎么速度还那么慢呢？又没让你脱衣服，拜托你快点好不好？哎，杨俊，啊，你让谁脱衣服呢？哼，你倒好意思还问我，我在这儿都快饿死了，你不管这饥寒交迫，啊，倒来管我，哎，叫谁脱衣服？糟糕，怎么？怎么了？亲爱的。No, 你别告诉我，你忘了买吃的。对不起嘛。李海华，你就是这样做人家老婆的？杨俊，我李海华不是任何人的老婆，你杨俊不是什么老公，你做梦去吧。你要是我老公，哪有这么便宜的，连我家的门你都不认得，就把我给占有了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我杨俊在认识你之前也是 virgin 呢。啊，怎么啦？你好，你无聊死了。哎呦，哼，花又不能当饭吃。李海华，你都快把我饿死了。哦，小强回来了，来来来，洗手啊！好，来。好，做功课去啊！哦。妈妈，给我20块钱。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老师说买书。钱呢？钱从哪里来呀？妈妈，一讲到钱，你的脸就变得难看了。我们家不是姓钱吗？哎，嫁错了，哎，你也来气我呀？你妈妈就是因为嫁错了人，这脸才会变得这么难看。人家不是说了吗？干得好，不如嫁得好。哎呀，美丽呀，你不要对小孩子讲这种无聊的话嘛。俗话说，教人先教心，你把小孩子的心思搞乱了，让他怎么做作业呀？哎，不要你来教训我啊！幸亏小强像我，这儿不光长得像我，而且智商也像我。小强啊，幸亏有一点不像你。哪点不像？就是嘴巴旁边没有一颗痣。这怎么了？这是男人家最最忌讳的谄媚。告诉你啊，有种你当面锣对面鼓的站出来跟我说清楚啊！以为我听不出来？以为我没有水平？我赵美丽是堂堂初中毕业生，这话我听不出来。